8月30号，有网友称赞杨紫是望男主锦鲤体质，因为杨紫主演的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、《亲爱的热爱的》分别在去年和今年热播，与其搭档的邓伦、李现等都因剧走红。而杨紫近日受访时被问及此事，工作人员本来想阻止，但杨紫主动将工作人员挡下，并坦然回应说：“我把谁带红了？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都很不公平，这相当于磨灭了他们的努力。”杨紫表示自己不喜欢听到这种话，一部剧和演员的火主要还是靠自身的努力。据悉，杨紫和李现主演的《亲爱的热爱的》在今夏大火，吸粉了一大批观众。芒果来新闻，真是聪明的小猴子，不倒。